专线电话钱拢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付清吼，也免客气，电话甲沟通，0800-0500-6688。好嘞，继续跟大家进行这部发新闻。嗯，来接下来要来个报一篇这个阿富汗这两天吼，咱台湾上热的新闻，应该嘛是全世界啦吼。啊，这个巴登突然间对这个阿富汗来撤军，受到因这个美国国内侪侪人一批判指责啦，包括世界各国，到底这个拜登伊这款的动作到底是对啊，唔对吼？昨昏咱若有看到新闻的人，你若有看到是无你的惊死。迄伫即个阿富汗内底的人吼，伊四周围拢是国家嘛，无想讲咱台湾四周围有海啊。你若要流亡逃亡的话吼，会当对海，但是因无，因对边境去用控制掉的，所以因就是对机场坐飞机飞对即个天顶去哩，离开着因家己的国家。昨昏咱有看到即个美国的飞机要离开阿富汗的时阵，哦，阿富汗一大堆人的钱，钱伫飞机入面就对啊。讲迄个原本一台老母鸡，讲会当吼载百五人，而即个老母鸡一群头拜载到百八人，嘛载到八百人。结果吼、哦、去到运送出去的时阵哦，一个点点六百五十几人吼。但是一百五十人再加六百几人已经足恐怖啊！尤其咱有看到阿富汗的人吼，伫飞机要起飞的时阵吼，摸伫飞机室啊，摸伫飞机室啊，敢摸会掉，当作超人哦。飞机飞起哩，唔知几百公尺的高的时阵，对，咱有看乌点啊，一点一点乱射落来。讲伫现场吼，看到吼三名射死伫机场跑道的人，安尼就对了。然后，迄伫半空中射落来吼，来这边咱个听讲嘛，阿富汗局势一夜变色啊！政治军事组织的新学士真紧，搁再吼重新夺回政权。美国等外国的军队吼，会当讲吼作两倍来撤离开啦。而且大批的阿富汗的民众吼，青青光光，多难的景象，更加和美国总统拜登吼陷入政治风波。对着这拜登16日伊有承认啦，伊讲吼这个新学士。接管着国家的速度紧，甲超出因预期的啦。但是同款强调撤军是正确的决定，并且来指责吼，这个阿富汗政府，就是因扶持迄个政府就对啊啦吼，唔肯为家己来战争，美军原来袂当吼继续吼，搁再吼作战甲牺牲落去，和美国真真正正的战略吼竞争对手的中国甲俄罗斯吼渔翁得利啦吼。拜登16日呢，对这个总统度假圣地大卫营，赶回来到北京啊，伫咧吼啊发表谈话的时阵，强调因伫阿富汗战争的20冬内底就对啊，伊了解到吼将来吼无撤军的好时机，必须要吼伫咧要求美军永远无停止的参与这个阿富汗的内战，包括撤军之间的选择就对啊。我坚持坚定来支持撤军这款的决定。拜登伊个在讲，伊讲美国伫这个阿富汗的这个使命，将来就是吼啊，将来都唔是吼国家的建设，而且是为911吼事件追究责任。我已经做有够啊，如今我更加应该爱重视就是眼前的威胁，因为吼俄罗斯甲中共呢，真欢喜看到这个美国永远吼。白死伫即个阿富汗的即块六公顷土当中，拜登伊批评咧讲啦，伊讲即个阿富汗的即个政治领袖逃亡，军队唔战，而且来投降。过去一礼拜的发展进一步证明啦，美军继续吼介入即个阿富汗的事务，未是吼正确的决定，唔是正确的决定。美军未动，嘛不应该阁继续吼伫一张阿富汗吼。国家的军队无愿意战，阮替因战。伫这场战争当中，阮的牺牲，伊强调，美国甲这个阿富汗的军队吼装备啦，啊，做甲真精良，搁再付薪水给因，而且搁协助因维护空军，阮予因吼自行决定未来所有的机会，但是阮无在条人予因未来奋斗的意志，奋斗的意志，伊有因家己去选择。拜登伊讲出讲六月的时阵呐，又去吼啊，这个会谈，这个阿富汗的总统吼
啊，就是德蒙这个就对了吼，加尼包括民族和解委员会的主席吼阿布杜拉的时阵，已经甲因警告啊，恁必须要吼来决定来家己处理恁政府之间这个贪污腐败的问题，做好内政的准备，也是找找甲新学士吼啊政治和解的准备。加啊，这个加尼伊就坚称咧讲，阮阿富汗的军队绝对会战，结果因无战。啊，对着这个阿富汗国民啊，人民绝望来逃亡就对啊。拜登伊坦白讲啊，伊讲痛对心肝头里面，借由民主的制度、国际影响力、人道的救援，继续为阿富汗的女性在内、阿富汗内底人民来发声，并且推动区域的外交，防塌暴力甲暴乱。嗯，听众朋友，那照拜登安尼讲，安尼唔是无理呢？嗯，我二十年底啊开一堆钱，支持恁政府，支持恁的军队，结果恁唔战，拢阮美国人咧替恁战。嗯，恁的军人，恁的薪水，阮美国人付的。嗯，啊，佮你贪污掉咧？啊，佮互恁贪污掉。嗯，啊，结果对头到尾误着大件代志，拢阮美国人咧战，阮美国人伫阿富汗二十年来已经战死三千几名的士兵啊。嗯，结果恁唔战，啊好，唔战，阮放互恁去误啊，无免啊。嗯，啊，迄、那个逃走的，迄、那个总统加一寡遐大官有无？迄、那個、钱讲坐甲会惊死人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结果美国讲。啊！你甲我失了啥金元互恁的钱，拢甲我使贪污，即个当时蒋介石去予人骂，讲因一家拢是贼，有啥物无共啊？对不对？拢共款意思嘛吼。所以即个国民党提即个阿富汗的代志，伫迄个所在咧讲三讲四有无吼？咱实在是听了爱笑啦。啊，阿富汗即个动作，简单讲，美国的总统拜登伊讲啊足清楚嘛，讲你家己唔战的战争，哪会当放予阮美国人去战？啊，同款道理啊！美国头到尾感觉讲过，讲台湾啊，一旦出事，一定会出兵。从来毋捌，美国从来毋捌讲过讲，若台湾出事，伊一定出兵，伊毋捌讲了明确的话就对。所以台湾也是爱靠家己战啦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咱一寡武器啦，啥物种种，甲美国买，咱是较买呢。啊，美国是无条件提供予阿富汗的，你敢哪话好笑？迄、那个阿富汗的迄个薪水吼，美国咧甲出的啊，军队的薪水，美国咧甲出的。啊，结果阿富汗哦做册嘛，做册要领薪水吼、哦。结果讲做一个书啦，啊做一个书的这个册名人讲吼，这一个字啦，做一个字的迄个名册。啊，美国后来去甲了解一下，讲啊这个字到底伫倒位吼、哦，讲根本找无这个字啦，参、这个字都无了，就这个字讲拢伫咧因迄总统的那底下来对。哎呀，迄小鬼贪污去啊吼，啊无怪讲美国讲啊，这搁累到得不得了啊，这万底深坑吞袂饱啦吼。但是讲来讲去，这个阿富汗伊这尾啊，美国要撤军的时阵，咱回想一下，当时越南美国要撤军的时阵，就对，咱台湾人敢有像这通派他妈咧笑衰台湾？嗯，有啊，美国要对越南撤军去的时阵，咱台湾人咧创啥？你敢知？台湾人是对着国民党底下咧话讲啊啦，今日不无打拼，明日就变成海上的难民咧。嗯咱有像即摆国民党个统派伫遐咧讲啊，美国会背弃啦，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啦，安那，咱迄阵拢无咧讲这呢。迄阵美国对越南要撤军诶时阵，甲阿富汗要撤军差不多同意思嘛。咱有讲啊，美国会放弃台湾啦，啥物种种。照他讲讲伊遐话吼，根本是倒变啊，你讲伊老蒋诶时代啊。遐咧讲伊家己啦，对啦，遐根本就是咧讲老蒋诶时代啊，对不对？建树造营啊，都。走来过啊！当然美国来帮忙啦，吼、嗯！你当会来吃诶，中间诶东西，甲啥米粉诶，阮做囡仔拢食米粉诶咧。迄旧年粉拢食米粉诶咧，迄种米国援助诶。有。迄种米粉诶，较早拢无，好好食迄米粉诶，免开钱诶。对啊。安尼就对啦，吼！阮做囡仔时阵，读册是拢食迄旧年粉诶。嗯。迄上啊一半诶，下昼时啊上啊一半诶中间，下晡时啊上啊一半诶中间，诶，都规桶诶，即个。即、这个牛奶粉泡泡咧，规桶牛奶就摕来，大家伫遐食咧，学生啊，大家伫遐食。叫迄个点心的时间。迄叫做米饭的，你听。嗯嗯嗯嗯。啊，米饭伫国民党个手内，中间米饭偌济？嗯。拢无。嗯。唔知为倒去。嗯。啊，即互你食即啊。嗯。即咱食有着个啦。嗯。安尼尔，剩个拢为倒去。嗯。国民党遐大官，老蒋啊，一系列遐对。嗯。所以赵少康咧讲一个空。家己的这个震动呢？对啊，你讲伊迄个时阵发生的代志。哎，台湾加要衰啊！像恁咧
中国民党啊，搭配所以小林国民党安尼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哦，迄个我唔知讲伊做啥物叫震动啊。无啦，因迄个人咧讲话本来就是无咧照历史咧行的啊，吼。啊，伊咧讲别人的历，咧讲家己的历史的时阵，把这历史灌到人的头壳顶。对啦。我头拄仔咧讲的，就是讲当时美国参与越战的时阵有无吼？咱台湾变成美国的前进基地嘛。迄阵美国的直升机啦，啥物货拢飞对台湾，才来咧保养有无吼？迄个时阵阿鹏的记得，有一间叫做阿鹏的。对，迄阵有一间阿鹏的吼，著名。我台南机场内底啦。对，迄拢咧保养着美国的无人机。啊！美国后来对越南撤军走的时阵，咱根本都咱迄阵够强，因即马他妈咧笑衰台湾。无啊！美国当时对越南撤军要离开，嘛是同款啦，嘛是咧，嘛是差不多理由拢差不多啦，就是讲这座战争参与伤久啊，死伤侪人啊，因必须爱离开啊。迄个时阵的台湾人也无笑衰台湾啦，啊嘛无伫迄个所在咧讲一寡只有诶无诶哪话。啊！迄个时，国民党阁编一套啥物，你敢知影？编一套白册，叫《南海血书》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阁编一套白册的吼，讲你今仔日来无要拍拼，就变海上难民啦！啊，伫咧海上啥物？你敢那电视无演呢？有哦，迄拢嘛白册话。啊，主题曲敢那张云南唱啊，上唱的。啊，知。南海血书的对啊，到尾这个物件讲啊歹听，台湾人后来知影了，嘛是笑笑尔。所以讲吼，有国民党这派人伫咧台湾这间厝内吼，实在是有够老的。是啦，啊，无大啊，无大，无大，无大。到阵时还佫欠伊吼。对。这个我较早做囡仔，先啊，当讲着阿鹏，住伫台南机场吼。台南这机场是军用的哈。吼，军用的吼。啊，孙女当然要坐台北的，有阵时拢爱去台南坐啦。迄较早，较早。迄较早啦。啊，即摆唔知有无？我唔知啊。我像我做生意，迄阵拢坐这啦吼，坐去，啊，就去到内底吼，一个所在。即马就一台巴士，对啊。时间到来，甲你载，全部伫内底出来，啊载去到迄飞机场的边啊，啊落车就爬去飞机啊，啊就去台北来啊，迄阵拢安尼来滴啦。讲到阿鹏吼，较早咱台湾人吼，那入去带阿鹏的吼，赚的头路呢。哦，对啊，当然啦。啊，先啊，恁敢知啊？恁两个头啊十七八岁吼，可能恁较唔知啊，迄阵。我一个朋友哦，因一个小弟住伫阿鹏的，哦，唱歌歌，哼，比大头尾，你看伊头路偌好。啊，迄个时阵就是越战的迄个时阵呐，就是越战迄个时阵。哦，伊怎么越战的时阵？对，迄阵美军的无人机拢背对台湾遮来，啊来这个所在咧创啥？做保养啦、修理啦、换零件啦啥。迄阵你若对台南机场过有无？规个。外面拢总停一大堆无人机，拢美国无人机有无？啊，拢看波啊，看掉。有啦，迄个时我着几岁啊？哎呀，迄个时我已经几岁啊？呢，七八岁有啊？呢，七八岁啊？好，你啊，我拢徛在看无人机啊。对，你迄阵你住伫大路啦。我迄阵住伫新埔路遐嘛。新埔路我大路。我拢徛到啦，徛在看无人机啊，拢徛伫遐咧看啊。七八岁啊，那有印象对啦。对啦，啊，迄阵阿鹏的制服有无？阿伯伊个土色的制服嘛，阿伯写红色的字嘛。哎，对啊，对啊。对，迄阵也看到，拢讲。台湾人去住伫阿鹏的。出来拢来尊重的，有啲人伊唔知吼，知啦，知哦，我听到有足侪人伫阿鹏咧上班，哎，迄阵看到阿鹏的，哎，侬嘛去兼迄个服饰的迄台小车转来，啊有诶，阮对面迄个是拢开日务啊，我咧哦，伊是拢开日务啊，好，来时间较好，来进一个广告啦吼，阿连咪再个倒转来吼，0800-0500-6688，感谢。那即马广告时间来介绍咱的产品咯、哦，咱产品有许多山，这二十多档啊，哦，这历史啊，真长啊，对啦吼，安尼吼，啊，像啊姚林主任君，安尼做这台湾俱乐部，就是头一位，就是这个许多山的对，啊，深深受着咱乡亲许多的这喜爱啊，啊，所以阵啊，这食个够壮实就对啦吼，啊，免去讲啊，听众朋友。一个健康食品吼，会当食，会当卖到正时，大家乡亲是大，还过来一届五罐、十罐的，甲咱卖吼，真少啊。市面上真少看到这个就对啦。所以这原来就是这个物件对咱身体真正有帮忙，啊有帮忙以外就对啦吼，佫无副作用。你唔是有帮忙有副作用，安尼无好呢。这个病食无好，这个别种病佫形成就对。
绝对爱有帮忙，无副作用，爱清气，袂使污染，产品袂使污染了，对。塑化剂啦，农药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或什么什么什么污染的物件，安全安心个食，身体健康，这个许多山。不简单的物件吼，非常感谢啦吼、哦。啊，除了许多山以外，当然咱个有两个所，还个有金立明吼，还个咱美白药集团呐吼啊，有三四样产品来互咱购买。所以除了这产品以外吼，咱真侪产品就对了，两个所吼，两个所相信，这是咱信南公司为一味对骨头保养的物件，叫做两个所对吼。要咱提两个所这个产品内底这内容吼。甲咱介绍啊，非常清楚吼。然后如果放伫后边啊，这个节目诶，这个广告带，尽管咱个听好详细吼。软骨素，金立明的第二代，这是咱信诚公司吼啊，将就这个金立明吼，佮佮提升到迄个处方啊，迄、那个质由我管起。这经过两关，诶，这个制作过程中间，靠我同做到安尼。虽然平平钱要开要食，咱来食，互咱迄个爬数较悬诶。即经过美白集团的研发出来了，对，叫做金立明的第二代吼，过目睭吼，许乐通就是咱信诚公司吼啊，对这个美白集团了，对啦吼，伊个接落去了吼，对这个肠仔壁一挂垃圾的杂质了，对啦吼，咱透袂离的所在对，伊这乳酸菌入去了，就这样食食了了，通咱的大便做放我出来，或者肠仔清气上，哦，这个是足重要一点了，对吼，我叫做许乐通吼。这个五百喜乐清了掉，这是一种这个保养品。血液，咱血咧流的中间就对了，规身躯安尼咧流通的过程中间就对了，未使有杂质，血内底未使有出问题了掉。但过阵啊，血油开始伫咧热，你唔知，你都要检验才会知。啊，都要食西药去降压，降脂大。平常时，咱若五百喜乐清伫咧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。伊开始伫咧开始要落要靠，伊会将中甲化解掉了着，互你流通会顺速了着。这是五宝喜乐村最大对血液最大功劳了着吼。啊，若有任何不了解，你等拍电话过来吼。保顺健，咱男士朋友需要产品，你问下有吼，放尿甲你知影，拍电话过来，放尿，拍电话过来，甲咱买保顺健等于服用吼，血红素。这个血红素吼，就是咱这个血不足，简单讲叫做贫血。啊，这个贫血吼，听众朋友有真侪这个症状，伫这贫血里内底产生咧。但是你唔知哦，你当作是感冒啊，当作是咧人咧无爽快，心脏唔知有倒问题无，呛个呛，暗时啊歹困，翻来覆去，安尼，种种个问题，啊，惊热惊寒，啊，脚尾手尾拎起机了着。啊，头晕嘛，暗了着，这拢是贫血会产生的部分。所以，像许多，那是真正贫血产生这症状，你食血红素都正确的了着。在日本、韩国有一年销售5000万粒，台湾多干咱咧做尔尔。所以，像许多，这是真好的产品哦，食袂着哟，吼，别位食袂着了着。干咱信诚公司靠血红素你食尔吼，感谢有你们不了解，你拍电话干做详细询问，0800-0500-668 0800-0500-668。好嘞，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，听众朋友 AM 七点以前啊，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无清楚、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。啊，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呢，咱拜一到拜六下早时啊8点到10点现场来为咱做播送以外，啊，咱拜一到拜六的下晡3点到5点游玩同款现场播送的节目哈。啊，节目游玩有着小弟阿星、小弟姚人、小弟张天军，伫咱线上来甲咱做先困的服务介绍。下晡时啊，3点到5点，咱联播各电台，伫咧台北、新北、嘉南，咱拢收听得到。这是嘉南轻松电台 FM 96.9哈。嘉南轻松电台下早时啊，8点到10点，啊，以及下晡的3点到5点，拢总有来甲咱做转播啦哈。啊，佮再来就是台北历史和平、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97.3，伫咱大台中全球电台 FM 92.5。大台南爱乡电台 FM 90.7，
高雄甲屏东南方之音 FM 89.3以上，咱只电台呢，伫咧下晡的3点到5点，拢现场为咱做播送哈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无清楚、无了解，电话啦，欢迎甲卡来做一个询问。会在时啊8点到10点听完，咱下晡3点到5点，依然现场为咱做播送哈。0800-0500-6688，盛世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。好，来感谢时间的关系，咱先来听歌。稍等的时间到，联播各电台做工商插播，工商服务了，明天再个倒转来吼。来感谢。
好来，感谢哈兰哥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，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-0500-668，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，哈兰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无清楚、无了解呢，电话甲卡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。送货服务、产品价、整产品，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，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。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，听众朋友，啊，这电话钱拢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哈，啊，咱免客气，电话甲沟通。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，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。也整产品的部分呢，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，互咱来做询问、做挑选。咱选一项为原则，0800-0500-668。节目有点小弟阿星，小弟姚金，小弟张连军，在咱线上来甲咱做先困的服务介绍哈，来感谢啊，咱活动来简单甲咱做一个报告来。那咱叫一个活动哈，这是咱台南市龙宝宫哈，咱伫今年一七月中元普渡时间定伫新历的8月24，啊那古历呢是伫7月17这一天拜二下晡3点哈，伫咱龙宝宫的庙前要来做举办。啊，当然今年比较特殊啦吼，有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所以龙宝宫嘛配合政府吼防疫的政策，咱今年无要开放团拜，包括吼啊，咱所有的这个金银纸啊、普渡米、普渡品吼，拢总是由庙方来代替咱来吼购买，啊，普渡仪式嘛由庙方统筹来做祭拜啦吼。当然，咱人管的名单吼，咱伫普渡圆满了后，会将咱的姓名吼，安尼化金祈福。啊，咱有意思吼，啊，要来龙宝宫办普渡的朋友吼，咱人管的金银纸每一份是100，啊，那普渡米每一份是200，啊，那这个普渡品每一份吼是1000，内面各有加一份金银纸，吼，加一份金银纸就对了吼。啊，咱只要吼，那感觉讲啊，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较无爱对庙处理，也是讲对菜市啊去人客人啊买祭品等来拜拜吼。安尼的朋友，你当直接吼用电话来联络龙宝宫，啊来吼人管来登记遮的普渡品吼，看你要几份，由咱个人家己吼去做处理，啊含庙方这方面来讲吼，他只讲个好好些事实，啊庙人则来帮你来做处理啦吼。啊，来，咱遮所有的这个啊金银纸啦吼，遮所有的普渡米，包括普渡品吼，咱伫这个啊拜拜完了后的时阵，会将遮物件吼，甲发送给这个啊社会绿色团体来做使用。啊，当然咱普渡米、普渡品，咱若讲拜完，要阁吼啊领回来吃平安吼，咱嘛爱的其实拢，阁再来庙里吼来甲领回去啦吼。啊，龙宝宫这支电话是台南的电话0626-95-115。0626-95-115，以上报告感谢。是，感谢哈，哈、啊，这个活动安尼简单，甲咱做报告来听歌，听一首好听歌曲，阿良咪才去倒腾来。来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，这是咱黄山王小姐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歌曲《飘浪的人生》。好来，共同欣赏《飘浪的人生》。
阮是飘浪的男性，注定波浪半一生。思念家乡的情景，感慨悲叹伊人生。好嘞，感谢哈兰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哦，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-0500-668电话，会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啊，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电话甲敲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。好、啊、来，感谢。他多咧讲到这个阿富汗哦，腐败政府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即摆个一直咧想想，这两天咧报迄个妇女会、妇联会啊，要停个财产啊，对。安尼七千八千、七千八千，终于有一个定啊，有对妇联会有一个定落来了，对不对？哎吼，这国民党唔是通这个、这个这啥？阿富汗。阿富汗过去。红即马红红甲病入去，甲病入去，这政府共款吗？红推完掉迄个啦，对不对？嗯。伫台湾看吞偌济物件，看咧妇联会啦，啥种种个对啦，国民党东征看济个会惊死人啊！也是讲美国较拢定拢扶持这种个安尼。有心无啦，阿兄啊？有啊，当然有心、啊。赵少康讲台湾，台湾到尾衰也像恁安尼。对。你若捌来台湾，台湾袂安尼呢？有啦有。咁是安尼，对不对？嗯啊、所以我回想一想，你讲，啊，你国民党贪阿富汗的政府，不是同款嘛？对不对？腐败的政府啦、啊，贪腐的政府啊，是不是？你们在做这个国民党东山政那节，向为倒来？台湾人的钱，贪腐去的，你听有病去的，一阵美元的来，哼，无会想爱生好啦，爱生好，杜鲁门，杜鲁门讲。您蒋介石，一家伙啊，拢是擦，拢是擦的。嗯，喺美国就知啦。啊，我都感觉奇怪你咧，啊，美国卡拢扶持这种的。台湾这国民党唔是通这么红，这么咧走路，已经红占去啊。阿富汗过去的政府敢换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种的人民是免得过我啦。
是咩生活啦？嗯，对不对？人民是无辜的。对啊。但系即摆你看嘛，一个头一日，头为一个路市场，我即摆停厝要等死啊！对啊，等出关啦。对啊。等迄入来到地，啊，规家伙来去清杀啦，安尼就。嗯。所以讲起来，这是外恐怖。啊，台湾较早唔是安尼哦，赵三哥个切咱台湾。嗯。真正无法理就对啦。这个杜鲁门当时是安尼讲啦，伊讲吼，因安尼因吼答应为了援助蒋介石吼，38亿的美金当中，好像啊，你也这上好。系啦，有7.5亿的美金去哦，国民党就是蒋介石甲淘汰去，安尼就对啦哈。啊，淘汰去了后呢，规死过去买财产，佮买到对倒去，你简单买到对纽约去安尼，摕美国人的钱去纽约买房地产安尼吼。所以呢，这那但是呢，这38亿，迄是一个数字尔啦吼。伊这事实上呢，这个做美国吼，这个援助蒋介石的数目不止这啦，不止这，迄是足济吼。啊，杜鲁门当时真生气吼，讲给你的钱是要叫你好好啊充实你的军备，哎，当甲台湾顾好势，啥物种种，结果恁甲这钱搞杀去贪污安尼吼。所以，若要认真算啦吼，杜鲁门当时收起讲的38亿，应该要加10倍啦，可能是380亿啦吼。啊，到底去提偌济去？咱不是因兜贪污尔，国民党整个国民党全部拢贪污呢。对啦，对啦。阿兄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无唔对。哦，今麦穿个东山是咧穿啥意思？胡鲁会干阿因某啊，因某就贪污啊啦，对不对？叫宋美龄啊，对不对？胡鲁会伊创办的嘛，是，迄钱拢是贪污来的。惊死人嘞！啊，这无多，啊，这美国吼拢扶持这种物件出来。当时美国扶持菲律宾的时候，会记啊，马可斯政权嘛是贪污贪到对立边去。马可斯啊，美国靠拢专做着这个贪贿赂。啊，马可斯刚刚不要那走路的吼。有。所以杜鲁门当时大骂讲，他们一家都是贼啦！哦，我发现一口臭，拢总是贼。少少康讲啊，你来民国民党啊？对啦，这是恁的老祖师爷啦！哦，老祖师爷啊！对，啊去问美玲家己的。哦，就原来清盛伊个妇联会有无？妇联会啊，嘿啊，哦，啊讲一栋什么外大栋啊，是安那吼？清盛呀，迄拢是。冰山一角尔，对啦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互联网当个特色是冰山一角尔啦。对啦，特别完啦，特别。啊，不离个，这是安尼啦，加检讨啦，哈。嗯。迄个时阵，讲要甲清查伊不懂的东山，啊，结果查了后呢，这那是，这个这有一间叫做美林楼啦，美林楼，所以讲，哎，美林楼，这总共叫做美林楼，哈。即讲要甲即认定，讲这是国民党嘅赋税组织吼，啊，美林路被认定是不动处着之财产，所以必须爱转为国有安尼。啊，双方面呢有去烧过，就是迄个妇联会甲咱个政府有烧过着。啊，伫咧即个着做啥呢？17号嘅时阵，就是昨啊，昨十个昨着，昨17号传出讲东山会已经通知着国有财产局。要进行移转登记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这栋要甲收转来安尼吼。啊，讲伊若要用，一个月要租偌济钱啦？系啊，这么来话，你来租啊，安尼就对。哦，这栋这大栋拿来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哈哈哈！是冰山一角的啊。系啊，迄是因所挖起的其中的一点点啊，尔。啊，咱咧清的速度嘛，无讲足紧，嘛慢慢啊来啦，一行来。咱若无民主就紧啊。系啊。像迄个女市长有无？系。你讲阿富汗唯一一个查甫市长尔，伊家己讲伊坐上出人担死啊！对啊，这个女市长无得王，怎真奇怪哦？这个怎无得走，怎老当命？所以这应该是一个真好的官咧。他不是干那一个尔呢？规家伙啊呢？有，拢爱担死呢。这塔利班，啊塔利班嘴是咧讲未来未清算啊吼，啥种种有诶无？但是阿富汗的人知塔利班的做法，哦，拢知影对吼，所以。即个大家走的走，倒的倒，吼，头拄仔有人咧讲迄个无人机场，迄啦，迄伊讲的是迄个莫伫无人机的迄个链啊遐啦，莫谈遐了，对，啊无人机飞去了，迄无可能莫会掉嘛，靠，更莫会掉，啊，所以拢根本个摔摔落来吼，听讲摔死八个啦，摔死八，啊，摔死三个啦，讲有摔三个落来，但是我咧想不止啊，莫一堆，干那莫了莫一堆，迄绝对不止三个，啊，佫有就是无人机要起飞时。一大堆人围着迄只无人机，有落迄死妖怪啦，死妖怪吼，迄大型的迄落运输机吼，一堆人围着无人机的边啊，对咧走安尼，对，结果
敢那教士的，讲教士八九个啦。安尼，惊死人！敢那叫分去教士的。看这外，看这外恐怖了。叫规个拢乱糟糟。所以国民党今仔到政治台湾那个作乱哦，实在是唔知要怎讲啊。对啦，啊塔利班的正经的兵力阁无济哦，塔利班伊这个做东西，去到美国边啊吼，有人讲六万几，有人讲八万几啦吼，不管。啊，一个政府较会懂。美术导航是安尼，对对对，啊，完全拢总导航，啊，而且呢，塔利班伊是干那有传统的武器尔，对啊，哦，伊干那有传统的武器尔，啊，不怪啊，嗯，啊，所以说你讲美国训练的军人无成功嘛，足成功啊，塔利班嘛是美国训练出来啊。哎呀，阿姨，你国家美国袂当甲讲，你就安那，就安那。迄阵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阵，美国就扶持塔利班嘛，就扶持塔利班起来对抗苏联，就对吼，啊，给伊真侪武器，啊，结果这塔利班即马转用美国的武器来对付美国，安就对啊，吼，所以美国我那常常做这个了本的生意吼。好啦，来感谢吼，0800-0500-6688哈，嗯。所以台湾的，伫台湾的。中国国民党哦，真正恁那个那个做福气，咪对啦，到阵时阿个阿袂叫台湾人全部甲你赶赶出去，是啊是啊，阿个做福气啊，台湾人无安尼啦，哦，所以阵啊，你家己阿个一天会当兴风作浪啊，阿个当阿咧讲一寡话，你敢知影吼？迄真正啦，看阿富汗这同国民党恁过去恁老蒋的时阵来到台湾，有无啥无共嘛？对不对？有啥无共嘛？是不是吼？好啦，好，来感谢哈，咱继续来甲看新闻消息。来接了，咱边来甲报两篇哈，这个道歉的 case 哈，啊，这咱网络朋友实在讲真牛，有法度人从2006年迄当时，咱台湾高铁哈起源开始哈，当要运作的时阵，迄当时伫咱台湾有一个私人团体啦哈，叫做消基会。嗯。啊，这个消基会迄当时到底吼，唔知是挺国民党个，还是食着啥物唔对药啊？我唔知影。迄当时个董事长啦，包括消基会内底成员吼，啊，就跳出来吼，高铁个即个啥啊，火车站个头前牙牌啊啦，讲过讲落啦，讲吼唔通坐，吼讲唔通坐，讲人个性命吼比高铁还价值，唔通去坐高铁。结果即马即篇互人家压出来了后个时阵就对啊啦，是安奈个压即篇出来。因为最近消基会佫做一寡吼作咸的代志，啊，互咱的朋友、网络朋友佮讲，你即件高铁事件还袂回事嘞呢？嗯，你即马你佮我讲即件到底是白贼的，还是真正？我看无嘞。嗯，吼，因为恁即马消基会成员内底要人去坐高铁嘛。嗯来这边咱佮听看卖吼，消基会欠高铁一个道歉，啥物时阵要行？消基会即马又佮吼出动啊，结果伊咧做个代志，互人笑甲流目油。铺一篇这个文章，伫网络捡到的旧新闻，是因为消基会今仔日发表民调啦。消基会后咧做民调，我唔知影呢。指出啥？你敢知影？指出讲因民调吼调查出来吼，讲一般的民众就对啊啦，拢无爱摕振兴券啦，拢要吼要求摕现金安尼啦。结果网络朋友就真用呢吼，当然去甲恶呢，恶出讲伊迄当时2006年。伊嘛，甲咱台湾人讲，高铁唔通坐，哦，迄高铁坐性命会无去，安怎样啊？烂脚床有诶，无当当塞塞。即马阁忽然间甲你讲即个民调，啊，所以咱即个网络朋友讲一句话啦吼，即、這个叫做陈真之就对啊啦。伊讲啊民，伊讲吼消基会诶民调，哪会听一个迄个物件，我来食一下啦。嗯。吼、哦，来消基会是安怎样啊？唔去吼，阁再做另外一篇文民调。来去问这个啥消费者呢？敢问吼，民调吼去甲调查消费者是毋是有同意百货公司每一年的周年庆，每一年的周年庆的促销活动吼，你卖甲我发折价券，直接发现金给我就好。你较歹去问咱的消费者，大家嘛讲靠妖啊，发现金啊，你折价券我从啊。空安的折价券，做毋知人发乎你，就是你搁要摕当百货公司消费。你叫你搁开啊！啊！你若发现金，我就当去北京消费啊咧。嗯，拜托消基会，你是毋是我来去做篇这个民调来甲调查看卖？如今高铁通车15年啊啦，消基会你真正吼欠这个啥高铁一个道歉？消基会你啥物时阵要行啊？咱今仔日咧讲的吼，
这篇的这个啥旧新闻就对了啦吼，安尼一个去用抛出来，安尼甲问者话了后，消机会吼，伊这篇文明掉就对了啦，要紧删除掉，唔敢搁再坑啊，因为见效死去就对了。嗯，安尼甲看吼，这个安尼搁怎样见效？搁怎样见效吼？咱看古早的这个新闻是安那，发布的时间2006年12月26日，下早7:08。嗯，哦，这有真侪人吼。这有人吼，消基会成员啦，讲吼，讲吼，嘿啦，讲吼，你是要性命，还是要高铁啦？嗯，讲你要做白鸟处吗？是不是高铁怕通关？啊，你要做白鸟处吗？高铁危险啦！嘿，啊，迄当时消基会当时用这个叫做听真红哦，我对印象够深的。嗯，迄当时我就感觉讲，哦，啊，高铁啊边个东西起个真舒适，是安那消基会那出来背个健健叫，背个大细声，听真红一个背完了后，2008年马英九做。总统的时阵，点赞去对头，做干委啊，监察委员啦、啊嗯。我的同事心肝头啊，确实讲按原来啦，拿整合掉的、啊。哦，就是安尼啦吼。一篇消基会，恁迄当时叫人唔通去坐高铁，唔通去做白鸟处，叫人性命比这个啥高铁较重要。结果到到今嘛，高铁有出啥物大代志无？无，恁到到今嘛无共回事嘞。另外，咱搁再看一篇吼。这篇是虾米呢？吼，这篇是红客会啦，吼。这个红客会，大家知影这个案件就对啊啦，吼。即摆已经判无罪啊，监委内底嘛拢嫌伊清白啦，因为你判无罪嘛。嗯。啊，监委迄当时讲要甲弹劾有诶无诶吼。你讲啥？中央院院长敢是？中央研究院院长对。研究院院长吼。啊，伊因为吼，这个耗电案吼，去互哪样安尼吼，硬起来甲点硬去甲抹乌，抹乌加吼，讲伊安怎样啊，拄安怎样啊，结果大家嫌伊清白啊。今嘛，刚才委员内底剩一个啦，这个叫做啥物名呢？这个叫做王美玉啦。王美玉就是迄当时马英九执政的时阵提名入去的，干那这个唔放伊山尔尔啦。嗯、啊，结果人大家感觉足奇怪，啊判嘛判无罪啊呢。嗯。啊，刚才因遐其他的成员，包括以前嘛有马英九的人，对，感觉讲啊，事实这共冤枉的啊。嗯。咱唔能够人单翕啊，这个案件爱甲主动销案啊。哇、嗯、哇，这个共款是马英九吼。迄当时，安尼甲迄个、迄要哪讲啊？迄当时叫伊入去做干部，即个王美玉就对啦啦吼。伊更硬甲加唔放，个原因出伫对咱唔知道，即边咱个听讲嘛。伊讲最近即个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洪启辉啦，因为迄当时牵涉到耗电案，去互监察院甲弹劾，并且吼啊加吼顶届法院判处刑事处理当中啦。洪启辉即个案件，刑事法院已经也甲判无罪啊。监察院内部的调查嘛，报告嘛已经出来啊。报告讲吼，洪启辉并无财产申报无事实的代志啊。如今煞出现了马英九派系的监察委员，这个叫做王美玉，唔放洪启辉煞就对啦。甚至还佫坚持吼，坚持家己的意见来吼，地书的监察院竟然出现了数不鲜的吼。脑伤包这件代志，互人看得足见笑。首先，洪启辉的案件已经去予多方面甲证明，伊是清白的。唔单是刑事部分判无罪，检察院、廉政委员会嘛已经撤销来个裁罚啦。国税局了底啊更加认定讲，伊也要倒漏税，嘛要吼啥物因为政务税吼违法的代志发生啊无咧。而且吼，蔡宗义等检察委员所做的调查报告。更加指出，因为吼事件变更，完全无理由搁再弹劾吼洪启辉，但是无想到讲马英九派系的这个监委王美玉煞一意孤行啊，惹到吼监察委员独立的大机机啊继续政治追杀洪启辉。但是请问诶，法院都已经吼判决遮尔那明显啦，作为准司法机关的监察委员，你是安怎样搁再一意孤行？王美辉就对了啦吼，而这个保留啊，原单迄个意志坚持，无纳入新事件、新事情啦，无纳入新事情，是不是？你的政治超越过司法去啊？安尼就对了啦吼。这更加好笑的是啊，当初发起的单迄个这个啊，张桂梅、包中和、刘德芬、王美玉吼，这四个人，即马拄好剩王美玉一个人，还佫在职啦。王美玉吼坚称讲要延续马英九时代的机关的意志，
但是吼、哦，蔡宗义、王友龄、赵永清三个人的调查报告，已经当当甲马英九的时代监察委员大大甲塞一个，恁的同事乌白人担忧。借问的王美娇监察委员，你一意多一意高兴啊？但是吼、哦，你敢讲吼啊？这个蔡宗义顶三名，这个监察委员的意见，并不是机关的意志吗？王美娇坚持要弹劾掉洪启辉，又搁有啥物政治理由？嗯，这种人就是无知的。我所以我咧讲监察院都爱废掉啊。啊，这个请陈局回答。啊，就这样，你即马咧做监察院，监察院院长，你搞咧推行即、這、落、個，搞咧负责咧。系啊。哦，对唔对？虽然废监察院唔是陈局本人一个人就会当废啦，但是嘛，毋捌听过伊咧讲讲做监察院了后，伊要对这废监察院有啥物款的动作啦，啥物种种拢嘛捌听过。好啦好啦，做着监察委员做着啊，都袂歹，你咧这个位都袂歹。所以陈思梦伊会主动辞职吼，这确实有影使人感佩啊，咱讲真诶吼。啊，若无我着认真做，啊做无物件。啊，讲较歹听，我都无法度啊，因为监察院内底无人要听我啊。啊，我继续做我的监委就好啊，伊就继续做就好啊。结果人咧啊，够忠心好。够忠心诶咧吼，啊结果你甲看做着监察委员倒一个像陈思梦安尼。所以 BP 啊 ，BP 啊，互咱不替你听。嗯。啊，互咱尊敬啊，讲互咱讲，哦，靠，这类人安尼。对，就是安尼。好对不对？嗯。迄个天地之差，你讲咩？看差侪了。这个陈思梦辞掉监委了后，伊个原本监委的福利啦，啥物种种，敢都拢无影，都拢无影。啊，这个就做陈局较加油一下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废监察院加减提出你的看法啦。我唔相信讲干一个人讲唔帮伊刷，就会当帮唔帮伊刷啦。没啦，这无事啦。哦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人要红，佮红提起来，佮落落佮抄抄咧，啊，对不对？吼，伊一个人会当创啥啦？嗯，人客户伊无输嘛，咱那个输我这天一天变啊，你不在于武器了要创啥？啊，一个人会当佮武啥啦？嗯。咱迄个做啥？咱迄个做迄个，头拄仔讲，咱老啥？啊？监察院啊，咱辞掉迄个。哦，陈思梦。哦，陈思梦老师，我讲袂出来。陈思梦老师一个人，你要再叫人迄人去辞啊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你一个人无做这个代志，佮无做阿母个情歌，你有哪辞掉好啦？哎呀，当局嘛应该是讲啊，我俾你了，结果发现我原来废监察院才废去，我那辞辞也好啊，吼，啊，人嘛较感佩吼。监察院靠钱啦，即种啊袂使存在起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好，来感谢0800-0500-6668。即卖若问十个人来讲，孝顺案可能问了到就剩无两个知影，对啊，大家拢未记掉了啊。少年啊，大家唔知啊。有，好啦，卖讲少年啊。但是你同时你红包乌，你红糟蹋的时阵，大家同人知影。那你准报告，大家拢知影。系啊。红哥，红印子吼出来，你看迄种无奈啦，你讲哦，哎，我一个印象中是头过来一个调嘞，是人记者咧甲问的时阵啦。好，来进广告哈，来0800-0500-6668，感谢。0800-0500-6668，这个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。来接下来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，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。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，这是由着咱加拿大美麻油厂所来制作而成，而且啊，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，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。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，利用这个螯合技术。配合 PICS 制药高科技的萃取，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。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。当然，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，包括美国、加拿大，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，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。当然，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，伊有叶黄素、玉米黄素，包括花青素、小米草，包括吼、哦、啊决明子、鱼油等等等等，真侪项的物件。即所有的物件，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，
的话就对了啦。当然，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。简单讲，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，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济。啊，所以咱啊尾巴啊，咱尾巴药厂吼啊，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，这是目前上界新、上界安全，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。听众朋友，咱平常时啊，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、白内障、老花眼、视网膜病变、黄斑部退化、老目油、白眼症、大眼症等等，甚至你本来就已经是近视，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，你拢会当来个挖去，来个挖去吼。啊，当然，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，时常咧用电脑啦、耍手机啊、来看电视的朋友。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，大家拢爱看，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，较容易损害到。啊是讲吼，啊咱啊长期间吼，伫外口咧走外步，不管你翘多歹，啊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，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，这真好。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，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。恁拢有可能吼，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就着白内障，吼白内障。啊，当然，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，包括吼你的头脑、你的事业吼，是咧看遐物件的人，你会当来吼挖去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。啊，恁圣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，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。来接下来去，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，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。咱圣山软骨素内面有真侪成分吼，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。啊，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，就是软骨胶原，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。这个乙烯葡萄糖胺，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。硬骨，包括咧制作吼，咱关节吼凹翘，不管是啊，这个手的部分，也是讲脚的部分，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，制作以骨浆骨浆，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，吼会当润骨，那亲像咧沾机油迄一般，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，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。啊，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迄个所在，如果曾经有去受伤过的话，有可能你这只骨浆骨伤，而且功能会减退。啊，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，你吼啊分泌出来骨浆骨伤伤过头少，还是根本你无在调，人去分泌骨浆啊。你当来个挖去吼，咱圣山的软骨素，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浆骨浆。如果若无只骨浆骨浆来甲咱润骨的话，咱的手翘、咱的脚翘、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，真容易会去损害着。简单讲就是吼，你打扫咧磨吼，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，啊磨害去接触入去，你就磨着软骨，就是开始关节咧痛疼的时阵。圣山软骨素内底也够有黏多糖小分子加元200，包括维生素 C， 也够咱的美国 NEC 200分解加素，也够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。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，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，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。当然有真侪啊，迄、那个产品哈，伊拢强调讲哇，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。啊，补充什么钙？当然，迄是吼，因所啊，因的认为。但是，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，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，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。所以，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。所以，用这大件的听众朋友，有人甲恁介绍，我非常清楚了，对吼，非常详细吼，处方啦，什么种种拢甲恁讲啊，非常详细。软骨素。加着金立明的第二代了，对。除了在产品以外，圣山公司还有希乐通，希乐通专门咧顾这肠仔有清气，这肠仔若无清气是袂使一个了。怎么这肠仔白疼哦？你家想看偌济了，对，惊死人，吼嘞吼。所以从这度啊，今日听说希乐通全部伫迄个肠仔壁清理的了，对。这个是加拿大圣山公司有这个希乐通，这米白就传研发的了，对。螯合技术，他都有人讲螯合技术就是这种物件，所以用这话，可能等下清气，卡袂去治疗这等下白疼，
这非常清楚的对哈。所以还有咱的五宝许六清，这个火鹰吼，未使回落去。火鹰来落去对啦，像咱一条狗啊，咱同款的对。落去也踏，开始惊人杂质的对啦，有的物件对，又开始踏。一条狗啊都未通，未通就归臭哦。做上去的话，咱火更同款意思了对。那叫踢掉就对了吼，有当时啊，咱走袂赴啊，在脑里看袂安那落，在心中看袂安那落，后尾就血袂通，在脚袂通的哦，迄把在清净啊呢。所以用句话，这五宝虚六清各家吼，宝顺健、南树平、钙合三品的对啊吼啊，帮你出问题，咱知影吼，食宝顺健、惠阳所、日本、韩国，一年销售5000万粒，台湾多多多。电台改咱咧做咧，米吧接触团就关乎咱做安尼咧吼，所以除了这三片以外，咱用许多山这三片来做搭配做使用。有人不了解，拍电话做详细询问，0800-0500-0500-6668。中人喜出彩排，悲欢搬出来，甘甜酸苦味拢爱，命运来安排，怎计叫我嘛不知，无人会了解。0800-0500-6668吼，这支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。来接落来，咱要开放热线电话，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。啊，咱现场的热线电话呢，2699456，2699456吼，带来的电话，我关起要卡，咱麻烦个加空了，感谢你。好嘞，感谢，谢谢，你好。各位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人迄反着，咱所看的布丁啊好啦，也是恩利啊好啦。嗯哦，较早迄落敌，迄落敌军啊来遮奥敌吼，啊有咧通外顶吼，啊那咧战争进程无爱杀来斩头。嗯。哦，啊我感觉。哎，因正是敢啊，恁清算的咧，恁点名讲这独派什么人，因啊万不会安怎要爱清算这呢？啊，咱这边足够伊都唔敢讲，啊，若万不会战争，这台湾这的内奸拢爱先过来清杀，无人敢。嗯，爱上战吗？反中国个都拢安尼讲。你是在咧搞不良啊？拢爱播不良啊！哦，有时啊，想想做演技啊，咧。安尼啊，谢谢啊。无法哩了，对啦，无法哩了，演技无法哩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三位主持人，讲这个阿富汗的代志，好多人教书吼。嗯。这吼，伊这下着衰败吼，这敢无进程，就一挂人甲塔利班咧通好啊。一定有诶啦。连什么和解委员会用出来啊？嗯。教书就是讲平常时。要安怎让别国、让美国有信心？飞碟你就是爱处理啦，对啦，够做飞碟判无罪，嗯、用枪的枪讲要甲枪杀无效啦，你有才调你就甲判，上少嘛关5-6年啊。做一下防看一下，嗯，司法独立啦，司法独立的咱无法度管伊啦，靠腰啊！你阵啊讲真正等下叫阿公啊管起，真正去阿公啊讲我司法独立啦。我讲这真正诶，咱家己有法度做诶时阵，有时要甲人对呛啊。嗯、你都敢那迄开着半规啊，互看无嘛，互爽一下。对啊，对。嗯嗯嗯。真正有影。哦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你好你好你好。诶，大家好吼。你好。今晚咧讲虾米？几倍券几倍券哦。嗯。就是前啊，蔡英文甲迄个马英九，迄个发消费券哦。嗯。咁批评得太严重个啊！
唔敢讲消费券这个名阁延续啦，你知影？啊，唔知你搞什么几倍券、几倍券的咧？蔡英文，你怎么未做总统的呢？对啦，伊阵就咁批评啊。你当过民进党啦，应该是民进党的。民进党主席啦。哎、嗯，啊，就咁批评讲消费券，啊，那唔发现金，对哦。对啊。今晚唔知从要咩几倍券的名呢？嗯。啊那啊。嗯。啊，政治本来就是安尼啦，咱若知影的时阵就骂执政的啦，啊，执政的时阵吼知影骂啊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哦，谢谢，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喂。哎，大哥，啊，三位主持人，大哥，好，是的，啊，只要我建议两三点啦。好，来请讲。我第一点我要讲吼，那咱未使讲哦，做统治，统治未使讲，咱台湾人在台湾地，因上个老卵个，伊是要讲侵略，唔是统。侵略啦，侵略。侵略对啦。啊，搁再一点我要讲吼，嗯，国民党咱卖个美国人统派，嗯，因就导航派。啊，导航派。啊！我要搁一点，咱台湾人绝对要讲台语。嗯，台语才是咱台湾人的国语。这做官的可能做较袂到的款哦。咱世界敢有人，敢有人咱这国的话唔讲去学别国的话来咧讲？嗯，咱讲华语犯法啦。嗯，是我，迄是我的感觉啦。对，对。以前我安尼讲唔知好啊，唔好。对，你安讲对哦。我拢赞成啦。各位人像日本咁要讲中国话。嗯。后天了，搞讲中国，啊，美国搞了讲日本话。哦，嗯嗯嗯。咱十国人拢话讲家己话，啊，咱去学华语来咧讲啊。没啦，美国人唔爱讲英文啦。讲英文呢？嗯嗯嗯嗯。哦，非常啦，嘿。嘿，主播，感谢你哦，谢谢哦，谢谢。讲话是较要紧啦。嗯嗯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三主持。嗯嗯嗯。你好。啊，会知啊，你那个电视有咧播报讲柯文哲要来。选咱高雄市的市长，选阮高雄市的市长啦。有啦，这长都在讨论啦。哎，阮高雄人较无爱即块本事咧。有影啦。那田田北市，田台北市，毋知做外好，佮伊要伊敢来，人起码人做了外好啊。是啊，较快紧啦，好来好啦。伊咧，哈，台北市都跟这个伊个个武汉的这个都控，伊的管制袂好势啦，佮伊袂见效哦。刚才阮只家庭啊，刚才阮只家庭就无支持伊啊啦。啊，讲你个高雄选哦。那你更少啊！国民党在咧抗议，啊！你抗议要压钱，得压金钱，啊！揭破人的嘴，啊！压假钱，那啊！压假钱啊！揭破人的嘴，啊！今麦咧三家小乞丐啊，唔存假钱人嘅咩？就个爱一万，啊！一万国民党诶，迄钱拢按台湾人诶咧，是国民党诶咧，因得爱退出来咧，那你更少。那未见着高大，真像一样。敢那咱家庭人都无支持呀啦，有影无影啦。哦哦，感谢你哦，大姐，谢谢谢谢，来你好你好你好。阿星，哟，大哥，是你好。阿坤你好。好你好你好，大哥你好大哥你好。阿星啊。有有有。我讲一个哦。嗯。对你个歹势。马英，你讲你讲。你这部。石油机三年讲会头未？石油歪端啦，有啦，即部讲到完咯。是你就讲到头啊啦。三年讲会头未？会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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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啦。有啦，即部有完结篇啦。是真好听，你口才真好，反应真好。嗯，对啊。但是哦，未使较慢遐坐咧啦。哦。较食一输啊啦。啊，讲故事就是。讲故事来搞袂使啦，啊！讲故事就是爱拖平。我当机无是坐倒头，煞过较济啊，都十。地板是差不多讲啊，算差不多三十股，总共强了差不多一百一千股了。对啦，听一数啊，听那较有注意啦。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那料无多，落去。哎，叫老好啊，叫老好。老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在中共哦，在讲实在哦，咱是不是过去咧提拢讲银行掠来对无哈？但是事实是安怎了？一当时蒋介石伫中国，事实伊有法，比如讲要请阿星你去做兵，来兵单甲恁厝，结果你拢走去面，大家拢走去面嘛，啊，大家拢走去面，无人的时阵，伊出来乌白脸，唔知影迄十外岁啊，迄脸，阿杰讲吼，我是感觉讲从阿富汗你听他讲，才是约不能之间哦，这真正有够狂啊，就亲像当年蒋介石，因为我有实在。一个伫台东，伊台东市必须退休，伊就是对蒋介石来啦。嗯，伊当时就是伫汕头港坐迄个
船啦，伊讲当时足济人船还佫跳快，跳无过。哦。我一个船就是落水底嘛。我一个朋友就安尼。你今仔日若卖跳，你今仔日若卖跳，你互共产制度管，你嘛是咧生活啊。对无？我讲这个事实咧。这船啊，这船啊，你是广东嘛是，你嘛是咧生活，虽然是无共人管理尔，无你嘛是咧生活。嗯。所以讲这个，有那时代的悲哀啦。是。啊，前国民党的迄当时伫中国吼，你兵单发出去，无人要去，就差不多注定你无人心，就差不多啊啦。是人心啦。哦，啊，伊来台湾国也想阿爸，含咩台湾国讲地开。我一头壳好甲，哎，替国民党找理由，国民党真是无恶不作啊！伊个吼，这实在是，啊个后下替国民党替找，替老蒋来找理由，讲因为伊就是兵单唔去做兵才好啊！这实在是，无啦，这唔是找理由啦，冇见啦，冇见啦，好，谢谢，感谢，三主持人，好，嗯，伊这柯文哲这是。叫中共的迄个同路人啦，因为伊毁掉一个八十八市啊，即摆要过来高雄，武则高雄市，迄是真正是啥物心态啦？迄真正刻薄啦，刻薄啦，家己去解释，即个人咪叫刻薄。即摆讲阿富汗吼，阿富汗伊即美国吼，伊即摆是为了即灾疫情的关系哦，伊灾情已经赤字三十条嘛咧。啊，十十条的时阵，伊即算伊包放咧，啊算就赔机会嘛。哎，佮无可能佮一直支持落去嘛，因为这疫情的关系，互伊咧在政府已经足困难啦。伊即马这女市长吼，这阿富汗这女市长，因老爸是叫暗杀去的呢。伊算讲伊暗杀无去，伊做伊暗杀老爸去的啊。系啊，感谢主持人。感谢哈。好啦，这个阿富汗确实有影啦，会当予台湾有足侪照镜啦吼，但是绝对唔是讲咱台湾也是以后阿富汗。等到是华南回乡，我较早国民党1949咧大走路的时阵有无吼？我安全是甲阿富汗同款，阿有影。咱头大哥咧讲讲，因即卖阿富汗的人是咧跳无人机，啊，较早少介少的人是咧跳船啊，啊，就差安尼俩。好，来，先来进广告。是，好来进一个广告，两面再搁倒转来，好，感谢。家乡南番如爱。非常感谢咱建爱乡支持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，来做一个广告。咱信诚公司许多三级的产品哦，台中朋友已经差不多拢，将军阮唔免去讲啊啦。刚才为咱的建成，咱就知影吼，讲对这個身体上就是保养哦，人吼、哦、较用到一路破，唔是遐，就是遐，唔是遐，就是遐。身体上绝对无人讲十全十美的，因为你若食愈济回中间，身体上的毛病愈来愈济，唔是血压啦、糖尿啦、啊，不是三高啦，有诶无诶，安尼就心脏啦、啥物酸痛啦、骨头啦，你会呐有，绝对是安尼就对。所以，许多医生爱去检查，病院爱去看，食病诶药啊、西药，做你个食无要紧，因为。你若去食咱石头山这批产品就对，会当甲你化解一下西药，食落去体内会伤害就对，这已经足清楚了对，大家拢知影。包括白天对啦，有石头山咧帮忙就对，嘿，你咧复原有可能会足紧。一寡医生看足久，看到胃汗里去的人，嘛是同款这意思了对。石头山这批好产品。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了，对。咱信诚公司无听到咱的电台，有可能伊都唔知道有一笔石头山加好。听到的人，我话有接到的人太济太济太济，所以洪师傅今日就今仔靠国将是一枝独秀。伫台湾这个地区、这个所在、台湾这个国家内底，石头山多干来咱独独一味尔，无人通同款的成分，叫做欢迎的戏。多少多山顶的山，是多山之味，
请洪金如甲联名就对吼，许多山。当然有配合的产品啦吼，咱各有恁骨手，就是骨头。要连阿公阿介清楚了，这骨头要安怎割吼，这互咱当初一了解吼。金立明的第二代，吼，这个要连嘛就讲过吼。安尼，这第二代吼，是那个第二代，成分更加高。这尾巴照一团哦，研究两波了滴啦，两波，两波我直接不中有讲过。这两波突破了了滴啦，金立明的第二代，哎呦，食了个第个无同，较早第一代佫无同啊，表示的成分佫提升。个特性个对，迄是金立平个第二代吼。喜乐通对这肠啊，肠啊无好，肠啊有毛病，多数拢安那，肠啊迄个卡喺拉三十七，年久月深了，会造成到迄个肠啊出问题，息肉也好啦，你就去检查下知咧。检查爱赶紧，医生来感觉讲，哎，检查是你肠啊有息肉，无退袂使啊，要挂起来袂使一啦。迄要挂起来，中间就对了。佮我们唔知偌久过了，就变成迄种歹的物件。所以这是互咱做一了解吼。这系统专门咧过咱的肠啊，拉三十节就对了，拜拜互你。这介好，互伊清气上，自然就伊就袂生迄死咯。迄简单讲就生裂啊，都袂生裂啊，裂啊讲话恐怖，听到裂啊大家会惊吼。啊，死咯就等于裂啊同款。所以用这句话，系统就是要人吃车的对吼。我报系统哦，这会议。哼，阿伯伯啊，这是一种保养品啊，咱食五宝稀土精华会老透，会顺舒了着，别脱掉了吼。保顺健，咱听众朋友拢知啊，保顺健咱年岁了有啦，五六十岁以上起来吼，咱一个老兄弟吼，老朋友吼，六七十岁、七十八、七八十岁了着啦，真侪真侪真侪。嘿，阮一个棒球队拢走去咧啥，走去咧挂迄落做啥，了无线了着啦，安尼了着。好好啊，来个使用咱保顺健感想哈。火杨素当然啦，对这个贫血、贫血食火杨素一味，安尼正确了着。所以有阵时啊吼，咱贫血吼会造成真侪真侪，一些头晕眼啊，心中一呛，安尼目睭会涩，脚背软起起，感觉两个精神无好。你茫当作是感冒，有阵时是贫血，三心五那会安尼哦。所以像许多讲的这种火杨素。你个食，那是真正贫血的问题，食火杨素非常正确。这介绍合理了对吼，所以除了这三品以外吼，咱用许多三这三品全部来个做一下调理，可能身体上会保持健康，甚至体能过会更加好，抵抗力更加强。这是咱信南公司的产品做会到这点了对。有任何不了解，请你拍电话跟咱做详细询问，0800-0586。六八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。好来，感谢时间的关系，这部到这有哪爱讲过一段了吼，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。AM 七点以前，啊，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无清楚、无了解呢，电话甲敲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。好嘞，来。咱今仔日有看到这个美国的安全顾问苏利文伫白宫主持一场记者会，啊，叫记者甲问着讲，哇，阿富汗呢，敢会是因为吼未来的以色列甲台湾嘛是同款的安尼吗？嗯，苏利文啊，美国的安全顾问就伫个讲，无可能。台湾加阿富汗嘛，台湾加这个阿富汗，台湾加这个啊以色列，含阿富汗完全无同款。伊对阿富啊，迄、那个台，迄、那个美国对着台湾呐、啊，对着这个以色列吼，同款的坚持啊，就是以往的承诺就对了啦吼，含完全无同款。好啦，即个承诺，即个咱咧承诺咧吼，啊承诺都上重要是咱家己啦，吼、哦，上重要是咱家己本身爱有即个叫做啥呢？爱有即个叫做防卫家己的决心啦。啊，若无讲较歹听，外国人的承诺，伊咧今仔日承诺，安尼明仔载无定就搁变啊哩咧，哎，同款。
是啊，非常感谢咱杨女士大今仔日在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。新人公司阮独家所提供的人啊，然后收了产品就拍电话过来吼。但今日节目差不多一点要过一段了，非常感谢杨女士。咱杨女士大吼，我即马想听吼，拍电话当啊，拍电话入来讲的人吼，人拢有家己的想法啦。对啦，各人各人。还无要紧，无要紧吼，还无要紧吼，吼安尼吼。好好好。好来，好，时间的关系，咱下晡空中再会。好，感谢感谢，拜拜。